手游酷玩。这可是今年最流行的发型了，今天应该去逛街买菜晒一下我的新发型。哟，这不是蜂窝僵尸吗？哎呦，你换新发型了，怎么样，够飘逸吧？敢不敢告诉我，这么彪的发型你是在哪儿剪的？我家楼下，原价200，特价只需20块。这位大婶，我的菜今天也特价哦，你要不要多买点啊？你刚刚叫我什么？尊敬的阿姨，今天的菜全部特价，您随便选。不买了。第二天，老板呢？给我来2根黄瓜。来了，这位大叔，不是我多嘴哦，你和昨天的一位大婶很有夫妻相啊。你看好了，昨天也是我。我的黄瓜。换个发型，喜欢记得订阅哦。